迟到，不可能啊，迟到不是我的风格。不可能啊，从来不迟到。三班吧。哇哦，哦，谢谢。这两天上海秋裤又来了，哎呀，其实刮了一点，但是还留了一点，就害怕长不出来啊，就隔一两天长不出来，不敢刮干净。冷不冷？场馆里是确实有点冷啊，场馆里确实有点冷，大家要那个什么一点，稍微多穿一点，多穿一点，你热可以脱，是吧？不能去，不能去没关系。要考试，对啊，辛苦了，考试的，我这今天也算是考试了。化妆了吗？化了，看不出来吗？看不出来吗？画了，画过了。没太大区别，对呀，我化不化妆都长得差不多。而且我发现我这个真的开不了什么美颜了，现在我能开吗？美颜哦，它必须点掉是吧？它必须点掉才行。哦，好了，不用美颜，对呀，用什么美？
是，哎，这怎么回事啊？没区别，我这是不是坏了呀？真的一点没有区别。啊，没更新。没更新就不能用是吧？可能会出现 bug。出现 bug 了，真的不是我。他这个美颜没有用。开不了，这是没开的效果。今天没有用手机架，哪有时间买手机架？还买手机架？不用送，不用送，我也不经常直播。送完了你说不直播还不好意思，不用送了。你们知道我把手机立在哪儿了吗？你看，艰苦吗？就这样，立在桌上。加油加油，对，今天就不会翻了。加油加油。其实光不好，是吧？这样好一点。就这样吧，就是这个条件，后面比较亮。太白了，哎呦，谢谢你啊！本来就白嘛，这光一打就呲了呀。尬聊，我这演唱会之前真的是尬聊了，我不太想聊。他那个腰带那个。不太想聊，因为聊多了费嗓子，瘦了又，昨天说胖，今天又说瘦了。又沧桑了，沧桑了，这句话等于胡子没有刮干净。旭哥的胡子比我长。旭哥，剃没剃胡子？嗯，剃了吗？剃了。剃完了吧？剃过一点，但是还有一点不能剃太干净，发型好酷。
般般吧。等会儿还要加头巾呢。今晚别拖了，对对对，今晚真的不能再拖了，再拖要感冒了。说不拖的，这肯定都是没买票的吧？这秋裤就只有这一个颜色。说的肯定都是没买票的，买票的不会这么说了。天气还行，这两天就是那天下雪了，后来这两天还可以，比较天气比较好。嘉宾是谁？没嘉宾啊。自从你们天天把嘉宾爆出来之后，我不打算请嘉宾了。不打算请，没有什么意思啊。嘉宾是都是神秘嘉宾，结果你们搞的这。搞得很尴尬。额头怎么了？额头有点痘，就是每天化妆啊，每天化妆化了，每天不这不是又你看我说的也不行，不说也不行，化的那个头上有很多那个痘痘。
过来说多好，你们一直在我旁边说。我发现我直播的时候旁边特别爱有人说话，平时也不说话，一直播就一直跟我说话。到点了，那就我们台上见吧，是吧，旭哥？行。等会儿要唱两个小时。今天是八点开始，10点半结束。之前大家都说：“哎呀，你为什么这个场唱三个小时，那个场唱两个小时，那个场唱两个半小时？”这时间都是提前我们开会定下来的，我多唱了人家要拉闸了，这个不能怪我。这个是之前定场馆的时候就定下来的，什么时候开场，什么时候必须结束。OK， 这不是说我想多唱两首就多唱两首的，所以我先告诉你们，8点钟开场，10点半必须结束。10点半结束，我就不会唱的，10点25就拜拜了。我肯定是唱到10点半结束的，这都是把时间掐好的。明白了吗？不然我们排练排什么呢？我们排练排的就是这个，丝毫不差，一分一秒。不是牛，是就是这个，我必须得按照这个，我必须得按照这个时间来，不然场馆是有时间规定的，明白吗？不能难为人家主办的人。不能这样啊，这是开玩笑吗？这是直播。什么？这女的是那女的吗？必须要解决这个问题，好不好？Lady， 今晚唱不唱？如果不唱的话，可以拿掉。可以拿掉。你们还有什么歌不想听？我可以都拿掉。不变也拿掉。小小快乐也拿掉。
了，就先直播到这儿吧，好吗？我就开始准备了，要稍微休息会儿，准备上台了，好吗 ？OK。拜拜，拜拜，拿掉，拿掉。